哇，还有插上去的，好帅啊！今天有魔术，有吗？今天是有魔术，是非常非常厉害的绝技，叫做射牌。射牌算魔术吗？听过吗？对，就是像这样，像这样。那你等一下，等一下哦。手里剑吧。用那个扑克牌这样拿，然后就把别人那个手枪弄掉。屁！我们一开始呢会用纸牌练习。 等一下比赛的时候呢，我会用专用的射牌扑克牌，它是塑胶牌，然后它上面呢会有风洞，所以你射出去旋转的时候，它会有那种空穴来风，对对对对，会旋，会有那种声音，是空穴来风，是这样用吗？这样子，用右手丢，右，通常是右手，对，它是这样的出去，对，中撇子，你来说是不是？左撇子的话就是用右手丢。 OK，好，那我们就先练习，先学习一下。好，观众朋友们也可以一起学习哦。拿起你们家的扑克牌，一开始呢，我们用右手食指跟中指夹住右上角，OK， 然后你的无名指跟小指可以放松，没有关系，让它是垂直平的，平的，平水平，有点甩出去的感觉。然后，但是你的手要有一个有点那个扑送，有点有一种弹簧弹回来的感觉。好，就是。 射出去的时候还是要有点勾回来的感觉，所以它会加速它这个旋转。OK， 这样子吧，对不对？然后平行的这样射出去，对，然后有点回勾一点点，回勾一点点，就变这样，这样子。哦，有一点感觉，哎呦，不错哦，其实。还行啊。哦，这个就不行。<笑>这个、这叫做天女散花。对，不是啊。哎呦。 哎呦！我现在只求有那个布的声音，<笑>有布的声音，我都没有把它丢我秒的地方，<笑>什么意思？带点旋转的话，它就会飘掉。旋转飘越，嘿！你可以拿到地上，你可以先试试看慢的，就是主要让它可以有旋转出去，它就不会飘掉，它是一个慢慢的，如果加速的时候，它就会很快直线出去 ，OK 吗？ 平常是不是压力很大？哎，有一点什么？有一点哦。有哦，有哦。是不是因为往前站了一步的关系？相信大家今天都看到后面身后有三个关卡，就是求职栏，我要喝可乐跟王伟强。王伟强，王丑强，王丑强。等下第二关卡就是一个人一分钟可以射出几道痕迹。 一直打在同一个点的话，它就只会有一道痕迹啊。它就是一分。哦。怎么了？不然你想要几分？不是，那不是我全部都打在。我们结果论怎么？从就从它应该加10分吧。太强的话也不行。好。然后第二关就是要两个人一起射纸杯，然后看谁射最多。然后第三个很直白吧，就是两个人一起在一分钟之内射爆几个气球。射爆10个有娃娃可以带走吗？就那一招嘛，对不对？哦，就是你们稍微，我们就是自己算一下。 哦，就是你们稍微，我们就是自己算一下。<笑><笑>我们要宣导一下，就是宣导家里的小朋友不要对人设，一直还是有破坏力，蛮危险的。等下还会有惩罚，你去哪里买那种东西啊？最 old school 的打脚掌，然后每一关只要是输的就会累计一下打脚掌。如果我三关都输，我就要被打三下脚掌。没错。好，我做好心理准备了。 第11个都开始，哎，靠背，哎，很硬，可以啦，这真的射得破吗？马几个啊？射得破，射得破。我还有多久？你还有35秒。哦，那还好啦。33秒。哈哈哈哈哈！啊！ 糟糕了，怎么办？不是，一个，耶！9秒，8秒，7，两个。我跟你讲，斜的它比较好砍。来，这边其实也有哎，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四个，好，4个，哎，4个还不错哎，再摸一下子。 再摸一下，偷戳，只能看一下。啊，这边还有一个，够了，5个。接下来是我们的亮亮选手，好。
看你会抽中什么职业？算命我说命理。准备三二一，开始。屁呀、啊！好帅，他刚第一个直接从中间穿过去，然后第三个直接打中我。好帅哦！直接把脚架打断是加十分，38秒。那要慢条斯理耶。对。最后30秒。厉害哇！还有插上去的，好帅啊！好帅啊！最后还有20秒，绰绰有余啊！这个时间不是他已经那么多洞了，他已经射完了。我来看一下亮亮的成绩，非常多洞哦，一、二，这边感觉我是冰室的，是一个冰室的。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，12个，太帅了！ Oh my God，不要惹他哦。好，第一关是我们的闪亮亮胜利。第二关杯子，准备三二一，开始。哦，喜欢就是。Oh my god！ 太厉害了。哎，台这边有加分吗？台那边吗？等下要请客。哦。我要玉一哦。玉一平手。快点快点。谁？差一点，擦边球。哦。哦。丢一点比较容易中，是这意思吗？可是我这样丢出去，绕圈圈吗？来了，啊，丢一张，丢一张，妮妮险胜，险胜，啊，赚到赚到，好的，来到我们第三关，好，准备，三二一 ，Go！ 哦，就开始哦，有哎，打是有打到，可是他不会过哎，有。真的射得破吧？哎，我应该让老师先来示范。你等一下，怎么没有射破？你就先十下。哎，你已经射中4次哎。但他不会破啊。这么大力了，他都已经扑悠悠悠了。哎，怎么会这样？怎么气球管太厚了？不会是整人气化的？不会，他是那种死不想给人家娃娃夹娃娃机。老师，是不是气球买太厚了、啊？老师，学姐，等下都要这么厚的就对了。那老师打脚底板，我擦。老师先十下，老师先十下，忍一下，蛮忍一下的，应该可以破吧？哇！是不是破悠悠？老师，太boy了，太boy了，不好意思。好，我跟你讲，就是先打你了。我就是因为这一关，把奖拿出来，先交给亮亮。好，还是要感谢老师教我们色牌，所以我小弟。哦。好善良啊！好善良啊！好了，好来了。不要打到那个杆子哦。要亮亮吗？对，亮亮，亮亮。哦。还好吧。还行，还行。好，那再一下。还行。哼，我怎么舍得打亮亮？亮亮还算可爱的熊宝贝，你看熊宝贝都哭脸了，哭脸了啦！白熊，看啊，合理吗？合理合理，很开心的排队被他聊天了。对啊，不懂女人的友谊，耶耶，谢谢老师。来，你来。好了，那今天我们的色牌对决，平手。